台中市对面街一百空四年开始推动汉艺示范游击战，三年来已经建制了中山十九班，今年日下又增加北山十九班，也下东势，上高了到客家庄天气界工地游击战，最近造成南面示范游击战，希望大部分朋友汉艺做得向下当劲。 台中市政府必须将忘记庙，共同是提拔间，出现幼儿园的怪小高招，用台中街怪抢男片，抗议西方幼儿园的精神调皮原则。本来六件是九班，抗议西方幼儿园，也增加到14件，三十五班。而为台中市街开发高招打好基础。104年的时候，只有2元6班。 到今年哈，目前为止总共有14元35班。今天揭牌以后，我们在东势还有石冈区的所有幼儿园都会推动沉浸式的课语教学。其中东势期间新兴国小虽然去年将复写幼儿园，不过今年没加入抗日西方幼儿园的行列，为开发的创新向下打拼。 老师的话呢，由梁三届哈，主要是我们大埔腔课语的新生，所以的话呢，从新生汉的声音入来发教的时候，开始讲客家，让他们能够熟悉自己的母语、自己的语言。东西的实力的叫几人，很下讲的叫几人的，啊，我说呢，对明年开始呢，来汉实力的叫几人的参详呢，来推广那个沉浸式的教学。 台中市康义会讲，康义高考最重要的是师资，所以未来彰显公立幼教新生，会增加康义组的名额。另外，未规划东势的成功国小同社工的土牛国小，将第二年级把期盼前进式康义高考，此时是来营造更加环境。更加新闻的新闻，台中报道。